赵琪，你来了，文清在堂屋等你呢。贾文清，俺爹跟桂和叔死了，你咋一个人回来了啊？说话。俺说啥你那信哪？俺再问你一遍，俺爹跟桂和叔死了，你咋一个人回来了？你今儿不说，老子送你见阎王。赵鑫，文清也难受。俺贾文清今天被枪支了两回，一次是小鬼子，一次就是你张兆喜。俺心里说不出来是啥滋味儿，俺现在只想跟你说，咱自己人就别再斗了。赵喜哥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别管。哥，你糊涂啊！俺大爷跟桂和叔是被小鬼子给杀死了。你这才三叔都杀我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是在替你爹报仇，还是在替小鬼子杀自己人呢？海君，中井、どこに行くんだ。分かっとるぞ。町に戻って中村大隊長に告げ口するんだろう。我々が誤って君の父親を殺害し、日中親善を損ない共栄圏建設を妨げた。そうだろう。中井、一体何のつもりだ。おい、いいか。貴様の行動すべてが食糧徴用計画を妨害している。貴様がやはり艦長だな。この城でなし墓の来い。こら来い。やめんか。この野郎、二人とも来い。やめんか。こら来い。やめんか。渡辺、サントリー。中井君、父親のことは気の毒に思う。渡辺の馬鹿が全て独断でやったことだ。この件はすでに大隊長に報告してある。奴は必ず相応の罰を受けるはずだ。それだけですか。待て。もし今出ていくなら貴様は我々の敵だ。ど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か言うまでもないだろう。しかしとどまるなら、依然我々の友人だ。引き続き
協力し合い共栄圏建設に尽くそうではないか。ん？大嫂，那天多亏你劝住了赵喜，要不然呢，他那一枪打出去，他三叔就没命了。不会的，俺后来把这实事儿跟赵喜哥一说，他也挺后悔的。可不是吗？谁会想到那个鲁县长跟罗警长，竟会投奔鬼子做了汉奸了？这是他三叔命大，又躲过了一劫。哎，是啊，他三叔一个人也没个人照顾。叔娘，你说他三叔咋就不娶个媳妇儿呢？俺问过他，他说呀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娶啥媳妇儿？要是再生个娃，说不定连爹都见不着。不行，这庞洛案现在是一分钟我也待不下去了。只要见到归田渡边这几个小鬼子，恨不得一枪一个给他们全都崩了。炮楼里那么多鬼子，你咋下手？闹不好再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少爷，一仓叔是为了保护粮食，也是为了保护俺才走的。俺这心里也难受。现在只有咱们一起把粮食保住。你只能忍，只能忍。叔娘，他三叔一大早就出去了，看上去一脸官司愁到不行。俺也帮不上忙，就怕越帮越乱。俺这心里边也愁得慌。愁啥呀？咱这日子过成这样，不都是让小鬼子闹的？咱自己再给自己找不痛快，那不成了傻子了？你放心吧，俺没事儿。俺有的时候坐在这炕上就想啊，你说这贾寨的风水不会真的让俺给破了吧？大嫂啊，你可别胡思乱想，啥事儿啊都要往好处想，活得才开心些。昨天晚上俺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敲门，俺就去开门，门开了，是大娘跟叔回来了。我刚要关门，看见叔他爹文柏回来了，我高兴的呀，眼泪止不住的淌。俺刚要关门，又看见文锦大哥一身戎装也回来了，我高兴的刚要去叫你，俺梦醒了，把俺给气的。叔娘，你可真会哄人。哄别人开心也是哄自己开心嘛。知情，一句收，二太透。轰的一声，炸他的沟通。那龟子饼就乖乖了，嚼了墙。哎呦，我的亲哥哥哟！不对，不对，应该唱我的好兄弟。不对。你想啊，咱俩是一男一女在台上演出，我不能叫你兄弟。那叫啥？亲哥哥。不中，那不中，演出可不能这样唱啊。为什么呀？不为啥，这是命令。哎，鬼子路过高呀么高粱地，遇见一个八路军。那个八路军真机灵，三下两下冲进那个高粱地。哎呦我的兄弟！
蒋板，干啥呢你啊？接着唱啊！哎呦，我的亲妹子儿哟！哎呦，我的亲哥哥哟！哎呦，我的亲妹子哟！哎呦，我的亲妹子哟！啊啊！贾团长他们的演出不错，鼓舞士气。他跟小杨在台上一唱一和，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！首长，你也这么认为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个红娘，我是真想当，可咱们没有顾虑，他不干。他有什么顾虑？他这是脸皮薄，不好意思呗。这事儿我找他谈过，他没同意。抓紧时间再做工作。为什么，首长？组织上有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他们俩去完成，他跟小杨要穿过敌占区的封锁线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保证安全，他们俩最好是假扮成夫妻。明白了，首长，不用他们假扮夫妻，让他们成为真夫妻。好。哎呀，不中，你这不是让俺犯错误？犯啥错误啊？咱明媒正娶啊！你俩在台上唱戏，那是革命工作，对不对？不，你俩在台下过日子呢，哎，那是革命夫妻，这事儿好得很吗？只要在咱根据地政府登个记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哎呀，不中不中，人家那是大闺女，俺是啥？俺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。别在这乱点鸳鸯谱，你老婆孩子不是让鬼子杀了吗？奶，我不会乱点鸳鸯谱的。这件事儿啊，小杨同志早就有这意思了，就看你同不同意啊。咋样？你要是不好意思说，我去找小杨同志谈这事儿，包老郑身上了。哎呀，老郑。俺承认翠花同志确实是个好姑娘，可是你这让俺娶她，这不合适啊！什么合适不合适啊？啊？用你的话说啊，这事儿中也得中，不中也得中。哼！我现在就找他说去。小杨同志。我是来找你谈话的，老甄同志，你能不这么严肃吗？看见你这样，我特想笑。嗯，不许笑。我今天啊，可是代表组织来跟你谈话的。哦，那谈吧。杨翠花，你今年多大年龄了？报告甄团长，本人今年23岁。好。你愿不愿意跟你们贾团长组成一个革命家庭啊？啊，就是结婚，结为革命夫妻。这我知道。可是，怎么，你不愿意？你不是对你们贾团长挺有意思的吗？不是，是，我是挺喜欢他的。可是让我一下跟他结婚过日子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哎。这有什么可准备的？这位，请。文白啊，哎，联欢会上的节目，全旅反应都不错啊，大伙儿也都希望你们能再搞一些好的节目，鼓舞士气。好，文白啊，哎，想不想回去看看？俺家没了。我听姚抗战说过，这个仇咱们一定要报。文白，组织上准备派你回去，破坏鬼子准备在那里建立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征粮计划。这项任务是秘密的，你要直接向我报告。俺记住了，
啥时出发？尽快去，但是要做好准备工作。这项任务由你和杨翠花来完成，你们最好是结了婚再出发。啥？俺跟他结婚？这是工作需要，就算不真的结婚，那也要假扮成夫妻，这样便于隐蔽身份，掩人耳目，不然很难通过敌人的封锁线。组织上找你谈过话？嗯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其实你早就明白，可是你总躲着我，这一回我服从组织安排。你呢？俺是结过婚生过娃的人，俺怕你吃亏不是？你那是封建思想在作怪，我自己愿意的，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？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俺当然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，不过让俺这就结婚，俺这心里一时半会儿有点转不过来弯来。俺的意思是，咱们再相互了解了解，等完成这次任务，咱们就结婚。嗯，我听你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还有什么困难没有？没有，范主任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我会派人护送你们穿过鬼子和汉奸的封锁线，但是到了 D 站去之后，除了有地下交通站的同志来接应你们，一切就要依靠你们自己了。范政委，你放心吧。翠花，累了吧？连续过了几个鬼子的据点，少甲太紧张了。没事，前面就到水西堡村了，那有我们的地下交通站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那咱们赶紧走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见接应我们的同志？按约定，他要到村口接我们。那咱们绕开走吧。不行，绕开这个村子就没有路了。还有，咱们这身打扮，走在野地里更让人怀疑。那怎么办呢？也许是接应我们的同志记错了时间。咱们先进村子里，按照街头暗语找找他们。嗯，走。站住！你们是干啥的？做买卖的。啥买卖？卖药材的。你是干啥的？他是我问你了吗？让他说。俺是他媳妇儿。良民证呢？做买卖来这村儿干啥？跟谁做买卖啊？俺们来这个村不做买卖，是串亲戚。亲戚？这一村谁家是你们亲戚啊？俺亲戚不在这个村里面，俺们是借道穿过这个村儿。啊，就在村的北面，三河镇上的杨镇长，是俺的大伯。怎么，你们不信呐？那要不这样吧，你们跟着俺们一块儿到镇上俺大伯家里去问问就知道了。算，杨镇长，杨镇长那是皇军身边的大红人，才惹不起。我们呢，也就是混口饭吃，是吧？照章办事，二位别见怪啊。谢谢。走吧。哎，谢谢。转得够快的，一句话就把他们唬住了。我不能连累村里的地下党同志啊，
刚才突然想起你给我看到情报里面，三河镇的韦镇长他有个侄女在外地，我就正好给用上了。这不能停留，咱们先走。队长，就这俩人，给我转过来。又干嘛？你们俩是干什么的？不是说过了吗？是做买卖的。做买卖的，我带走。高队长，他们可是杨镇长的亲戚。亲戚怎么了？亲戚也得按规矩办事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吴德贵，你呢？杨向兰。你们别没完没了的了，去镇上把俺大伯叫来。你少拿杨镇长压我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奉皇军的命令办事，杨镇长也得听皇军的。没工夫跟你们废话，我带走。不，走，快点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把箱子打开，我要看一看。这是人家托我带给杨镇长的上好的整箱药材，不好乱动，那动了我不好交代啊。好，你要是非要检查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去三河镇，咱当着杨镇长的面打开检查，这样我们也好交代啊。我就要在这儿查，怎么样？别动。你怕啥？俺是要给你拿钱，不行吗？少跟老子耍花样，把衣服解开。钱在哪儿？老总，要个朋友吧。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慢着，走，没那么难。那你还想干啥？干。哎，你就是那个会说书的八路吧？别动！你们谁敢动，我就打死他！我说一见你我就眼熟。你不是被徐队长毙了吗？我不是见到鬼了吧？这位老总，你不过就是想多要几个钱吧？何必编出这样一套说辞呢？你少废话！啊，我明白了，当初是徐厚祥放了你们一马，原来他私通八路。哎呀，真是老天有眼，让我遇见了。看来我高某人要转鸿运了，来啊，把这两个八路押到皇军那儿去。高处，高队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防区。徐中队长，是这样，我抓了两个八路，啊，这个人你认识，就是会说书的那个八路。哼，高小队，你是不是最近当上了小队长？高兴过了头啊，看花眼了吧？那个会说书的八路早让我给毙了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是，不过可能您没打中要害，又让他跑了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私通八路？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他们两个是不是八路，我觉得把他们带到皇军面前问一问，不就清楚了。哎，这位长官，你可要为我们俩做主啊！他诬陷我们是八路，还欺骗我们的钱财，我们把钱给他，他还不放俺们走，有这事吗？不不不不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血口喷人。哼，你们俩老实说，有还是没有？实话实说。
要是被我查出来，那你别怪我不客气，军法处置。有，钱都在他口袋里，被他读脱了，就在口袋里。高队长，这什么呀？啊？说呀。徐中队长，他们两个真的是八路。段队长，过去你在我手底下干，我没有亏待过你，啊，没有吧？你看我这里没有油水可捞，你投靠了钟大头，我也没怪你，也没拦你。可你在我的防区里面啊，抓八路啊，敲诈良民，还陷害我私通八路，哼，那我就对不起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来，你们干什么？送我们回老家。没你们的事儿，朱大头那边我热结实啊。哎，徐队长，当初都是高人他逼着我俩去投奔朱大头的，这跟我俩真没关系。要不我俩投奔你吧？啊，好啊，这样，晚上跟我回县城啊。好，是啊，带这个弟兄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是，走。徐队长，你们来太及时了。还是来晚了一些，我把这里情况向你们介绍一下。高成投靠了铁杆汉奸朱大头，啊，昨天夜里他们来了我们这里搜查，咱们的地下联络站的同志只好转移。今天上午我接到上级的指示，让我在这里接应你们。谢谢了，谢啥呀？咱们不是自己人呢。哎，你们赶紧走吧，这里不安全。好，那后会有期。好，后会有期，保重。好，走。说起来，俺也怪想俺小叔的，俺真想去看看他。是啊，按理说，俺应该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娘，看看叔。可眼下，俺也出不去，俺这心里边也急得慌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去看看他们，这家里你放心，有俺在。中。那俺去跟他三叔商量商量。哎，鲁县长，这张盖假寨咱是不能再露面了。哎，说的是啊，你说咱们干的这些事儿啊，都是走狗的差事，缺德，弄不好啊，咱俩的命啊都保不住。哎，你说这粮食的事儿还查不查呀？查，一定要查。可是怎么向中村和龟田呢？怎么交代？那就是咱们的事儿了。咱们一定要编，往好听了编。你说中不中？中。哎，你什么人？这，陆县长，罗警长，抗日兵队队长贾文灿前来向你们报道。哎。再说一遍，抗日别动队队长贾文灿，贾兴忠之子。抗日别动队副队长二黑，抗日别动队第一中队队长是上升了，抗日别动队第二中队队长山中，前来向你们报道。好，好，你们都有什么要求啊？在你们的领导下，颠覆鬼子对民众的统治，只要是打鬼子、出汉奸，我们队伍绝不后退半步。绝不后退半步！哎，你说你们这都从哪儿听来的呀？你这是俺亲耳听见你跟俺三哥说的。你三哥贾文清现在是鬼子的维持会长，他的名字已经列入了我们的除奸名单。你们要想参加敢死队、大义灭亲，都做得到吗？俺三哥是维持会长不假，可他不是汉奸呐。你拿什么证明啊？罗县长，你让俺三哥征购的两万斤军粮，俺三哥可是一直用命保着，至今还没交给龟田那个鳖孙。那你们知道这粮食藏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怀疑你三哥贾文清早就把这批粮食交给了小鬼子，
你们呀、啊、还蒙在鼓里呢。嗯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哎，老四，你先别着急说不可能。咱既然要入这个敢死队，咱就得先听听鲁县长、罗警长对咱有什么安排，是不是？这第一步就是查出军粮的下落，这贾寨是重点，你三哥贾文清就更是重点。嗯，你个大黑也跑不了。好好好，既然要参加敢死队，那咱们怎么着也得有个联络地点吧？那咱们就隔一天见一面，在村口的小树林，咋样？好，尽快查出军粮的下落。我和鲁县长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这鲁县长和罗县长到底想要干啥？锄奸锄到俺哥身上了啊！俺这不是引火上身吗？都赖你！你着什么急去见他去？我看那俩就是汉奸，鬼头鬼脑，贼眉鼠眼。干脆一枪一个，帮了算了。哎呀，俺觉得吧，鲁县长就看不上俺们，俺们就四个人，也不像什么抗日别动队。他看俺像不像不重要，俺跟不跟他干还两说呢。哎呀，老四啊，俺得说一句啊，说。你不会是因为锄奸锄到你三哥贾文清头上了，你就不想干了吧？要俺说呀，这军粮的事啊，咱得查一查。上回咱扑空了，俺是不甘心啊。你甘心啊？这回啊，咱可以借着这个鲁县长的事，彻底的查一查。哎，你去问问你三哥，俺去问问大黑，是吧？你想啊，这事要是查清楚了，你三哥贾文清的名字就可以从那个锄奸的名单上删掉了，这有啥不好啊？中，俺倒是要查查看，到底谁是汉奸。雨仙啊，仙叔，哎，来，快进屋说。哎哎，叔娘没在家呀？没在，去看书了。是该去看看。哎，你把这几副中药给文清煎去，活血化瘀的，对他的内伤有好处。哎，文清在堂屋呢。哎，仙叔。哎，文清啊。哎，仙安叔，老四有信儿吗？俺大嫂说他在南里营呢。我看呐，还是让他回来吧。啊，有啥事儿都好说。再说他手里有枪，这小子也机灵，能和快枪队结合在一起，也是一股力量啊。仙安叔，俺这心里堵的。一仓叔和桂和叔的影子老在俺脑子里面晃，粮食的分量就更重了。俺也想好了，就是死了也不能让小鬼子把这些粮食弄走。敲门不说话呀，不会是小鬼子吧？小鬼子不会这么敲门啊，俺去看看。谁呀？
是俺，贾文柏。三，二哥呀，你可回来了？你急死俺们了！快快快，进屋说，进屋说。杨翠花同志，你好，俺还是他未婚妻呢。俺叫贾文清，俺是贾文柏的三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俺新安叔。新安叔好。好，这是俺大嫂。大嫂好。大嫂，啊，得烧点水呀。哦，那个，你们坐，俺去给你们烧点水。哎，不是，来呀，来呀，坐坐坐，姑娘，来坐坐坐，您放心，坐坐吧，坐坐，文清，来坐。文清，你快给俺说说，咱家里啥情况？俺听说小鬼子给咱家宅扫荡了，这村里人一个都没剩。俺本来以为，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小鬼子要在咱们宅征粮，就没扫荡家宅。但是咱五弟、六妹，还有二娘。都被小鬼子杀死了。啥？老三，那叔娘跟叔呢？他们娘俩好着呢，二嫂天天盼着你回来，大娘把叔带到别的地方住去了，好着呢，好着呢，活着呢，都还活着，活着，都还活着。爹回来了，啥？说啥？叔他爹回来了，在堂屋呢。少爹，少爹，少娘。哎呀，thank you.
故乡的。